大家好，我是李老师。经常有学生问我，老师为什么要说坐电梯呢？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坐。首先，这里的坐和请坐的坐不是一个意思。请坐的坐是 to sit 的意思。坐电梯的坐是 take certain transportation 的意思。我们可以说坐飞机，坐地铁。你在机场经常听到这样的话，欢迎乘坐什么什么航班。这里的乘坐就是坐的正式的词。我们可以说，和乘坐公交车相比，人们更喜欢乘坐地铁。但是口语里我们只说坐就可以了。好，关于坐我们就讲到这里。还有什么是可以坐的呢？欢迎在下边留言告诉我哦。再见。